你如雪的新书包，有缘给你拿。你雨中的花折伞，有人给你打。你爱吃的那三鲜馅，有人他给你包。你委屈的泪花，有人给你擦。这小孩这衣服一穿就脏。对，到河北了再洗吧。嗯，主要是这儿天冷。天冷，洗着也不方便。在楼房里面有洗衣机。对，楼房还暖和。洗的干的也快。对。这箱子拉一箱子脏衣服，干净衣服都放这箱子里了。对，不行，放不下就放个袋儿，因为来的时候就塞得满满当当的。对，过得是挺快哈。嗯，哎，嗯，今天又要回河北了啊。嗯，来这儿感觉没住几天呢，就又要走了。因为西西爸爸也是着急上班，对，那上班这就催了，就也是在家待好长时间了。今年就初八，初八就走了，都走了，顶多就是初十。对，这次过了十五了的。哎，回去收拾收拾，孩子也该上学了，对，该开学了。嗯，然后婆婆一大早就给我们包饺子。小航航在那边跟他爷爷玩呢，然后赶紧收拾收拾早点走，因为要开六七个小时的车，不然到那边又黑了。对，因为到家里还得收拾，要是天黑了的话就挺费事的。对，到那还得给孩子洗洗。嗯，孩子洗漱收拾，孩子坐车也挺累的。这个棉裤不拿了，留这儿吧，这个短了，好像不能穿了。嗯。妈。嗯。你起得早了嘛？几点就起了？哦，早早听那边人家说了，最早下到六点半。对，这个就该最早下。这个包的啥饺子呢？月儿饺。是吧？这个饺子俺家包的特啊。特。嗯。不特，反正这个包的饺不特。哦，这是不是咱这俩拥挤饺子呢？哦，这个，你这个越变越特，俺不。没人特。不特，俺不是那特家，你们这个店俺不是看。啊。只不过是这个店。反正看着是比以前的特。不特。毕竟还是挤，要不然还能再挺一天。工作有劲。嗯，你看这个的饺子跟别的时候不太一样，包的特别圆。柜里边放被子了，每次走都得收拾完。对，你放好了，我们把东西往车上搬就走了。妈，饺子不热了？不热了。哦，马上快收拾好了。好好吃饭，小白。还没吃饭。好了，没吃。
炒点菜。不炒，就得有点着急。收拾收拾就上午了。但是今天的饺子跟平时不一样。哦，今天是包的，今天是挤的。这个是饺子吗？咱们这叫点食。点食。嗯，来，我走了，你看咱妈一大早起来就包饺子。对。妈妈吃早饺吗？嗯。哎，一说就吃我家一屁股。我起来，咱妈的馅儿都调好了。妈妈喂啊。